道啊，天下也是有许多呢，在天寒地冻的国度里，加上啊贫穷流落街头，皆有不少一大群的菩萨，冒着寒冷的寒天黑夜，都是到街道里去送热食、送暖包、给毛毯等等啦、啊。但是叙利亚的难民呐、啊，数窜流离失所，到了很多的国度里去，光是在黎巴嫩呐、啊，就有已经超过100万的难民啊，加上啊最近的大雪，只靠着这样的简陋的帐篷，再加上了这样的大雪寒冷，他们的身心的煎熬啊，的确看的也都是很不舍。还有呢，看到了澳洲啊，这两天呢的气候报道的，就说有两个都会前后登陆澳洲，那这都是呢四大不调啊，总是呢让人来时时提高警觉，同时呢真的要戒慎虔诚啊。人生啊，在这样的时代空间里呢，都有不同的生态，我们的平安我们要珍惜哦，要提高警觉哦，戒慎虔诚，每一天的平安呐、啊，就每一时刻的感恩呐、啊，真感恩的事也是很多。因为我们在过年嘛，过年这个时候呢，哇，看到了全球啊都是在拜年，这已经表达出了心相系啊，手相牵呐、啊，实际人呐、啊、跟对舒服行，每个地方都有这样的表达，这都是心呐、啊、哦，在心则心，昨天呐、啊、早会的时刻，心则心就出来了哈、哦，那他们气候是-15度哦，还有在德州哦，达拉斯呢也是一样，他们很俏皮的跟师傅说哈，达拉斯的热天真热，日头嘛照炎，大白牛晒到乌去啊，晒到乌金乌金，但是呢，我的内心犹原是大白牛。就把众生到彼岸，大白牛车入人群，人间菩萨大招生，慈悲智慧自度度人，传承法脉，觉行圆满，大爱行云达拉斯。继续聊落去啊！继续聊。看他们的行动啊，大爱行动了落去了，这都是呢一种以华会心啊，他都有在大白牛、哦、那花心推动牛车
自度利人的心愿哦，还有多伦多啊，-35°C，也是同样拜年啊，有一对老夫妻，这么寒冷的时候，他们也来。他说啊，很感恩师兄师姐。每次新法香听上人开示，总能为我们开疑解惑。师兄因帕金氏症体力渐衰，上人近期已是师兄复健的良方，也感恩建豪师兄和景芬师姐每天不惜提早半小时暖车接送我们亲近上人新法香，这是我们不懈的动力。成就他的慧命，他非常的感恩呐、啊。这都是呢，在多伦多哈的菩萨，很令人感动吧。还有呢，厦门开心看到了老菩萨，年少年幼的菩萨都在精进哦，而且看到了其中两个。小东抬头挺胸啊，坐在那里哈。敬爱的上人，现在和妈妈常来慈济做福田、做环保，感恩上人，我会越来越好。祝上人、金色师父、全球结缔大人新年快乐！敬爱的师公上人，我是团子，感恩师公上人、全球慈济人及全。各界爱心人士对我的关心，我现在每天都在努力复健，然后我会加油。感恩上人，祝福上人、金色师父、院长爸爸和所有慈济人新年快乐、健康平安。你有看到的，那就是很热闹，人很多，那就是印尼。1600人呢，哦，这个场面就好大呀！他们呐、啊，财神爷也会唱美国歌曲哦，哈、哦，那还有鼓队哦，还有扬起的慈济旗跟国旗。这样的这么多的人，很多的企业家都聚聚一堂，这一直呢，内外都有，啊，那1600多人啊，好大场的一个菩萨队伍，看了也都很令人感动。这就是菩萨团队，还有在昆山哦。昆山的慈济人也是很用心，每一个地方呢都是用心化验，每个化验呢都很动人心哦，能感觉到啊，天下一条心啊，人人呢化心立愿行菩萨道哦，他们都会呢啊。想我师，念我师啊，那么这样的现前犹如见我师，这样的贴心的哈、哦，那是听了真感动哈、哦。到底是他度我，还是我度他哈、哦？因为呢，人人呐、啊、看到了他们这样，那我能不精进吗？他们了解师父呢。的用心，他们能懈怠吗？这都是互相修道哈。那这种爱的能量，大家呢都很契合哈。师父的心想要做的事，我做不到，你们帮师父去做。想要爱，我爱不到的，你们帮我去爱。帮我去付出，这都是呢很殊胜的因缘呐、啊，爱的能量接力哈、哦，手牵手心连心啊，这样的接力往前走，非常的感恩这种的扎根的啊
很往下扎根，往上茂盛啊，这种的诚之情自请啊，诚之情谊啊，人间祥兆，交之因时，造福富足，这样的人生身心合齐啦，那天下一定是平安呐，这都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方向。